大家好，我是恩如，然后来这边最大的提案就是我们明年将要在台湾举办国际民主教育年会。那我其实主要是因为这边有各种资讯好手，然后因为我们想要年会是有一个实体的现场跟虚拟的现场，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要来邀请大家，就是如果对于一起企划虚拟年会有兴趣的话，可以一同加入。那虚拟年会主要有这几个目的，然后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就大家看一下，然后有兴趣的人等一下可以来找我。那主要是那个我们的年会主要是以民主教育为主题，但是它其实在技术上还有议程上，我们认为它都有很多跟开源精神相呼应的地方。那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的技术人力不是那么足够，所以就是有一些需要咨询大家的部分。然后我们也有已经在就是那个看一些那个可以制作虚拟年会的软体，那就是那个如果大家就是对有执行过的话，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这样子。好，那时间刚好到了，谢谢。